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史提反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的伟大，你救赎的奇妙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你的信实永不改变。感谢主耶稣，你不但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，你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。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成为我们的中保。感谢你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奉耶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